谢谢大伙啊！哎，感谢。这个天津电视台确实对我们不错，哎，非常好，老给机会跟大家交流。哎，是。当然，作为年轻人，也愿意录一点新的节目奉献给大家，展示展示。这就算您的爱好。哎，到这听相声算爱好，听相声算爱好，图一乐。其实我们相声演员平时生活当中也多少有点爱好。当然，人人都得有爱好啊。您就拿我来说吧，您怎么样？最喜欢玩手机啊？哦，手机控，手机游戏。好啊，撸啊撸。哦。DOTA 2火一点的，本方水晶塔正在被攻击。哦，王者荣耀的游戏，对不对？比较火。我劝您两句啊，在家别老玩手机，对颈椎也不好。您啊，打开电视看看电视。哼，现在电视除了相声大会之外没有可看的。嘿，你真会说话，您这人啊，电视真玩意。我说怎么就没有可看的呢？我想全是宣传负能量。哪有负能量？前两天我看一新闻，真的让我特别的难受。什么新闻让您这么痛心疾首呢？说也不是哪国家一首富啊，啊，趁好几十个亿的美金啊，首富这很正常。结果这首富说死就死了，一句话都没留下呀。哦，突然性的。真的，就当时看完这新闻，我痛苦好几天。我哎，您过来吧，您是不是有病啊？您这人呢，首富没就没了吧？人家死跟你没关系啊。我哭的就是这个呀，真的。不是你，哎，但凡有点关系，那么多钱也不至于充了公啊。你是不是疯了呀，你这个人啊。哦，他哭的是没关系这事儿，您瞧瞧。对呀，你别看着，你换换频道。哎，那天我看一频道。什么呀？希望大家都看一看。您说说，宣传正能量。哎，怎么个宣传正能量？一个老专家，哦，穿着西服，打着领带，你瞧瞧，梳一背头，哦，背头，哎，戴着个金丝边眼镜，有文化，在那儿分析。分析什么？亲爱的朋友们，你看这是哪个地方台呀？你告诉我，专家怎么这个口音呢？我们都活在这个蔚蓝的星球上。对呀，这个星球上的人还是分很多阶层的。分什么阶层？有很多人拥有我们不拥有的东西。什么是我不拥有的东西呢？名车，哦，豪宅，是大量的现金和完美的容貌。的确，不是谁都有。这些都不是你我拥有的东西呀。反正我就没有。可是，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天天想这些，你会不会因此而郁闷难过呢？我太憋屈了。人活着嘛，嗯，总要往开了想。忘开了。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，嗯，我们也拥有很多那些人不拥有的东西呀。这我想知道，什么是我有他没有的呢？房贷、车贷、鱼尾纹、脂肪肝、糖尿病。我想把你家电视砸了，我现在呀，我这不更堵去了吗？我听完这些呀，你说你跟我说这干嘛？就是的，不说我还假装不知道呢。不看这台了，再换个频道，再换一个。这节目好，这是。房地产信息啊，民生热点。说什么时候才是在天津出手买房的最佳时间？哎，这可得好好瞧瞧。一个老专家坐在那儿，在那儿分析。你分析呢？穿着西服，打着领带，梳着背头，戴一金丝边眼镜儿。这么熟呢？亲爱的朋友们，你怎么那么忙呢？你这个老专家呀。那么那位问了，问什么了？说什么时候才是在天津出手买房的最佳时间呢？这可得听听。他在电视里嘚不嘚嘚不嘚三个小时，最终得出一个结论来。什么时候买房最合适？前年。你们家这电视是不是没有机顶盒啊？你告诉我呀，这都什么破频道？这真的，我蹲在电视机头仨小时，这腿现在都是假的。哎呦，您这太下功夫了。您听我的吧，啊，这些通通不看了。看点娱乐频道，娱乐节目，娱乐业。那天也不是哪个卫视啊，演一个答题类的节目。哎，这个励志啊！这，哎呦，女主持人穿的可端庄了，好看，比我们那个李佳都漂亮。嗯、哦，是不是、啊？穿着红旗袍，哦，梳着那个大花头发，你瞧瞧，穿着高跟鞋，哦、在那儿提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亲爱的朋友们，怎么都这个口音呢、啊，大哥呀？那么提到86版的《西游记》。想必是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了。那特别火呀！提到《西游记》，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六小龄童。啊、哎，那是主演。那么下边问题来了。什么问题？请问六小龄童是哪六个人呢？这问题这么突然吗？那选手听完了都懵了，没法回答呀，还在那儿回答呢。这怎么回答呀？一，啊、哦、一，这个。
这个柳孝令通，这是一位河南的朋友。有。有谁呀？蜡笔小新。蜡笔小新。樱桃小丸子。你看他沾小就算，好像是。买火柴的小女孩。哎呀，还有谁呀？小兵张嘎。哦，张嘎。草原英雄小姐妹，回答完毕。你等会儿吧，您的选手六小灵童，按你这么回答，这才五个人。一啊，那小姐妹是俩。这选手我觉得比挺机智的，还这位啊。哎，主持人听完了也很激动，是不是？恭喜你答对了。行了，这都什么破电视，一个都不能看了。这电视不看怎么办？你听我，不看电视了啊。你这么着，户外运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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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多好啊。我喜欢玩啊。那是我这个人，我好动不好静的。您啊，我来点绅士的吧。什么绅士的？打打台球啊。这是绅士的运动。我最喜欢潘晓婷。哦，打台球那位。哎，最喜欢潘晓婷打的台球啊。好啊，人家他打什么台球？花式九球啊。花式九球。对呀。国伟，我问问你。你问啊。别让我问住了。你说吧。怎么打得分高？这你真考不住我。暗号打分最高。暗号打。对。先打什么？黄球啊，一号。先打黄球。嗯。咱们瞄着，砰一下，黄球腾就进洞了，两边都不带碰的。你看他自己说，他还挺准。水平够高的吧？可以啊。接下来打什么？打篮球，二号啊。打篮球。打。我这正瞄着呢。刚要射击。是。裁判过来了。妈呀，他说我犯规了。你怎么犯规了？他说我应该先打白球。你是个傻子吧你这人呐。我说他怎么通家伙就入袋来了，朋友们，那九球那袋口那么老大，你直接杵那个球是吧你啊。不对吗？那不就得按白球撞击的打吗？您呢？犯规了。你太犯规了。既然是绅士的运动啊，咱们也得绅士一点。那就不能那样。爹不玩了。哎呦我的妈呀。得了，我觉得您换换爱好吧，台球不适合您。换爱好，您换一换。我这样吧，嗯，我瞧瞧书怎么样？看书好啊。我瞧瞧书，开卷有益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嗯，确实是我跟后台的那帮兄弟比起来呢，我的文化素养还是稍微高一点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啊，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我呢，其实是一个海龟。啊，你早这么说，我不听明白了吗？他是一王八，你看是吗？这人就比较直接。不是，我从国外游学回来的。哼，大王八。跟你不一样。什么叫跟我不一样？明白您说那意思。留学生。 Yes, it's me。 您瞧这个说味儿变了啊，朋友们。哦，您是在哪个国家留的学呀？ American。 这个口音怎么那么像老专家呢？我听那个American。 American。 美国呀。好地方。我毕业于一所优秀的美国院校。毕业于美国的什么院校？西点军校。哦，西点军校，您学什么专业呢？西点专业。那个烤箱开多少度？哎，打蛋器怎么用？哎哎，蛋挞怎么烤那黑皮儿？行了，哎，你一个人能聊这么快乐吗？在这儿啊，要学这个专业上什么西点军校呢？你上山东来翔技工学校不好吗？我们那还包教包会包分配，业余你学个挖掘机不好吗？你什么学校？蓝翔。哦，Blue Fly。你等会儿吧，你别给我秀英语了，您呢？什么破学校？还西点军学西点专业，还看书呢？还你瞧，你老着急。我能不着急？别让我问住了。您问呢？我学什么专业跟我喜欢文学有一毛钱关系吗？啊，那您要这么说，确实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古今中外名著我都看遍了。是吗？十万个咋整的这？哦。你都瞧过这些书？这些书我都瞧过呀。哦，真的，今天来天津，我是给观众面子，我都不愿意跟你聊，知道吗？为什么？真的，就郭威，就咱俩这文化水平，我跟你都搭不上须子，我都搭不上。你快躲，你快躲开我！两个小龙虾给您说相声，您瞧见了吗？你在我面前就是一个小崽崽。哎呦，我怎么跟你我就搭不上须子了？行了，一会儿你不还得回北京了吗？对呀。我同着各位问你个小问题，随便说上来，找个面子，咱就走了，行吗？您问我听听来，对不对？古今中外，我名著都看遍了，是吗？给各位面子，我问你一简单的吧。请问莎士比亚，你听咱这嗓音，莎士比亚，你什么事你问就行。莎士比亚全集你瞧过吗？哎，就这书。哎，傻了啊，傻了。你告诉我，莎士比亚全集，知道吗？谁跟你连电线上了？你告诉我这是谁啊？你要问别的，我还真不知道。莎士比亚全集我还真看过一点。也行，傻了，你看傻了，真傻了。看过哪点啊？
我就看过那个罗密欧与朱丽叶，就这两本啊。哥，咱俩别聊了，咱俩都搭不上虚的，咱俩呀，你打车回北京吧，好不好啊？你呀，太丢人了，亲爱的朋友们啊，这是一本书。什么时候订一块的？打有狗那年就订一块的。什么时候有的狗？你多大了？35。有35年了吗？你非问我干嘛呢？您呢？这本身就是一本书，咱别聊爱好，咱太丢人了。行，不，哎，这样行吗？这样行吧？为给你找个面子，咱换一别的爱好。给谁找一找？咱换一别的爱好，您还有什么爱好？咱这样，咱最后聊一个。您能聊就聊，不能聊我跟别人聊去。您还跟别人？您打车回北京吧，太丢人了。行吗？您聊聊。其实我压箱底的爱好。压箱底什么爱好？唱个歌儿。唱什么？您？歌儿啊。你这音儿是打哪儿发出来的？您呢？唱个歌，不就您要唱个歌？对，您快打住吧！现场这么多亲爱的观众，电视期间还这么多的好朋友，您唱歌，大伙儿不知道，徐涛老师唱歌不是跑调就是串调，你唱完这儿没人，这算谁的呀？你快别唱了，敢走一个试试？咱俩聊莎士比亚全集吧，好不好？咱俩，咱别，你不是抬杠，正当这么多人撅我是吗？我撅不动。你要这么说，今儿我还就必须唱一个，他丢人，我们就必须唱一个，行吗？唱，他说了。对不对？我跑调，我串调，本来就是，大家都是明眼人。嗯，这样，既然说我跑调串调，我这样我自己不挑歌，行吗？什么意思呀？宝贝儿，你选，这是你说的。那么多个歌，你随便选，我点，行吗？你随便点一个《大中国》，就完了吧？对吧？你选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就你选。你不觉着你这大馒头都堵我嘴里了吗？这样，这我还有选择性吧？这样的呀，得，我依着你来，你唱个《大中国》，我们听听你唱怎么样？你选的啊，你唱着来，大中国哈，大中国，我们都有一个家，名字叫中国，就这歌，跑调了吗？你要表演朗诵，那有调，你不得唱吗？好，听着，我们都有一个家，名字叫中国，跑调了吗？你唱，往后唱，兄弟姐妹都很多，景色也不错。串调了吗？要不咱俩表演拳击吧，站这儿行不行？您不得往后唱、啊、我们都有一个家，名字叫中国，兄弟姐妹都很多，景色也不错，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呢、啊、一辈子不容易，就图个团团圆圆，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，可以，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、嗯、家里盘着两条龙，是长江与黄河、嗯、呀，还有中牧浪马风儿是最高山坡，可别唱了您呢。